好久不见。 OK， 一大早起床脸还有点肿。 OK， whatever， 我马上过两天就要拍 MV 了，所以现在要去换造型，去找我的 Damon 老师。那么在 MV 释出之前，对，我会拍一期 vlog 见证我的每一天。可以走了。看一下这是谁？没洗头就在那里等我的是谁？Damon老师，早上给我做造型。我今天要过来先蜕变颜色，然后接头发，然后29号还要再过来染一次颜色。 吃午饭啦！这个就是蕊哥之前给我推荐的玉米，超好吃。他之前也吃过，我吃了一口就爱上了。感谢蕊哥，sorry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即将要漂的，要染的。啊，我指甲颜色差不多哎，看一下吗？今天要造型，你觉得要染吗？ Hello, I'm back. 怎么说呢？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我已经去探望过曾可妮了。她今天下午一直在拼命、努力的练习中，所以很愉快。So， 希望大家多多专注于她的舞台，注意她的表演。是谁？是谁爬进来？ 在敲打我窗，明明我的脸挺小的，怎么感觉？哈哈哈哈哈！显得有点大。哇，我们很久没见了吧？比赛结束了之后，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吧？对，我们把它放这里吧。哎，你这个姿势有点……你知道我怎么上来的吗？因为我看你在这里录，我只能这样爬过来。我你真的是为了我付出了太多。 那我也在为了你付出很多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好奇怪！一切尽在不言中啊，宝贝。哎，你这手机可以啊，拍的比我的手机拍我自己好看。你这认知是在告诉广大观众我的手机？不是，是我不会调参数，我每次调的都很奇怪。但你这个手机拍出来，我就觉得我还挺好看。 我是在夸你，我们认识几年了？我们认识4年了都，16年对不对？我上次把那个比赛的时间记错，我记成15年了，我还在微博上面说，我说15年，后来我想，我去，我15年我刚毕业。对啊，我们是14年，16年，我们是16年认识的。加油小猫虫，加油小猫虫，我就是喜欢天空，加油小猫虫，我就是自己的彩虹，加油。 小毛虫会让世界惊动，我最绚烂的破蛹。Yes OK Yes OK Yes OK Yes OK。 我想到这两首主题曲，我就只有一个字，累，两个字，疲惫哦，很累，但还都蛮开心的。 我还是黑头发吧，你看我染的头发颜色洗的都掉成这种，这是什么色儿？像木头一样的颜色，难看死了。好看，什么头发都好看。闭眼夸，没有，因为你长得好看噻。像我一样。对，因为你长得好看，所以你怎么拍的好看？哎，可是我不上镜啊，大家都说我是照片，可是我作证，上镜，我们金吉雅宝贝本人比照片好看。 哼，而且他做的歌好好听啊，他马上要发新歌了，然后我今天听了，我就觉得啊，是我的 feel， 是我喜欢的 feel， 就很夏日的感觉，就全是粉红泡泡。你这是在给我打歌吗？我这是在给你剧透吧，没有剧透吧？没有剧透，就很好听，就听着就有一种。
这全是粉色泡泡。我发誓这不是我逼他说的，这种事情需要逼吗？就我们俩关系这么……你的支付宝已到账。到账了，到账了。我们俩本来想录个抖音的，也想算了，还是录个 vlog 吧，已经很久没有出 vlog 了。对，那我们来给这个美好的 vlog 说上一个美好的结尾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说吧，来，三二一，拜拜。你怎么？你不是这样的，你好好说话，你这样我都替你着急了，拜拜，自着急的，拜拜，拜拜。